明白这首歌的名字什么意思？输入法打可爱按第五是什么意思？输入可爱的时候的第五个输入法的一个显示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表情。那种小小的暗号是吗？对。暗号其实我相信每个人，不管是朋友、网络，或者说是家人，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那超哥跟孙俪老师平时之间有没有什么小小的暗号可以让我们知晓一下呢？就比如说吃差不多了，或者很久没见了。你们俩打电话只说这两句吗？呀、我的口头禅就跟超哥学的，他之前参加一档综艺节目就是，我就把这个学下来。哦，现在结果出来了，在他们之中，谁能成为队内撑腰王呢？米卡的，三江，三江，小九，吴亦凡。吴宇森，吴宇森，谁？恭喜高清晨、小九。什么东西？蝉联了，蝉联圈王。不是，但是我觉得今天他表现很好。对呀、啊，对呀、啊。谢谢同学们。非常感谢，小九越来越棒了。非常感谢，好，再次谢谢学姐和本队学员的精彩表现。